边，最后十八号酒店，对面就是香港，这对面就是香港了。哎呦，对面就是香港了。是可以游泳都可以过去啊，冒险游泳都能过去。啊，那边有大埔美丽城寨，可以啊，你去做呀，你去做一次呀。你把手放在这边，把袜子放这边，然后去做一下皮卡丘。啊？你不会摔下来的，放心吧，应该是 OK 的吧。你们俩去试过了，我对他没兴趣。我对他没兴趣。我是真的，上面是可以做的。是啊，就是啊，啊，是的。啊，这种肯定是有做的嘛，不然他拉他干什么？有。哎，你们俩去做那个皮卡丘。啥子？皮卡丘啊。他不拉你一趟，我看也就100块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去做那个皮卡丘吧，要去做吧。小朋友他们说这个去做了。还有你们也可以做了，其实应该还蛮爽的，可以拉的，走来走去应该还蛮爽的。目前我们正在深圳的大同镇上。正在迎宾南路，正在往南澳方向飞驰。我们的目标是海鲜街，看看能不能这个买点海鲜，然后这个找个小店加工一下。核电基地随。好，我们现在行驶在这个奎南路。进入奎南路。粤 L， 粤 B， 粤 A 是广州，粤 B 是深圳。幸福湾度假酒店，这个镇还是蛮发达的，感觉像小县城，小县城啊。是个镇呢，发达。这个深圳的镇，深圳的。你没有鸭绒发达，好像。我这发 YouTube 的啊、哦。这个 Nancy 好些老外，嗯，不要发油管的 Nancy 好些老外。这是个学校啊，这边酒店还蛮多的，嗯，这个号称是度假胜地。哎会所啊，哦会所，夜总会啊会所。深圳大鹏圣诞，那个叫南岳村啊、哦、哪里啊，都拆掉了，没有了。你说那个海鲜街，这个海鲜街，海鲜没有了，没那么回去了，转进去看见有没有。你看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导航就这里啊，啊就这里啊，就看起来什么也有啊。对啊，看是学校吧，华侨中学，华侨中学，华侨中学，大鹏华侨中学没有了，
已经被拆光了，那么就回去那个小街吧。对啊，回去小街吧。大鹏，深圳市大鹏华侨中学，大海，齐淮，大鹏，齐望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是这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连个毛都没有。没有。没有了，被拆了，删掉了。所以它的这个导航已经落后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去找个海鲜小店吃。回到亚龙了。对，去亚龙了。去亚龙。我们回亚龙去。亚龙吃海鲜啊？对，亚龙吃海鲜。对，亚龙吃海鲜。这个导航是有时候它更新的是有点慢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回去这个亚龙的路上。你在搞直播啊？我没有直播，我是拍摄，因为我这个没有信号嘛。但是我会发在油管上。我们15分钟左右的一个大鹏转一圈。对啊，转一圈。然后就回到那边拍摄一下我们的大鹏海鲜。这边有这个洗浴啊、保健呀、按摩呀、足疗呀，这边还有这个有宴会厅的啊。深圳市正德高级中学，这是中学，还有瑞德福学校，金翅商务会所，好吧？夜总会，夜总会肯定有唱歌，有酒吧，夜店，有酒吧。这种应该可以刷卡对吧？正常不知道，这种很难刷。这种会说工业区。我们还是在深圳大鹏镇的街道上，准备去找饭吃。在找饭吃。找饭吃。搞饭吃。西南建工，你看这个镇好发达呀！这镇的村民都是这个医院嘛，佳木斯大学，佳木斯大学，在哪里？是背村吗？能过去吗？我不觉得你能进，你试试喽。对，试试。你走上一条小路，那个山叫什么山呢？观音山对吧？观音山，对，观音山公园。啊，所以那是观音山。死胡同啊，还得出去。好吧，我们进入一个死胡同，现在要出去了。进了一个大塔楼。大家都把这个死胡同当成停车场了，就是想说，工地啊。哎，看来我们还是要回到亚龙吧。亚龙啊。我们原路返回啊，或者实在不行的话，对，原路返回，原路返回比较方便啊，比较安全。新社区兼职消防站，佳木斯大学康复医学院大鹏，这个海鲜小店，找到哪一间看要吃哪一间？你是哪个？哎，还没到你们，我要吃哪一间？我们下边找一条。没有，就是海鲜街这里啊。啊，我就是下来趴车喽，然后看走走看看吃哪间喽。嗯，哪一家？哪间都可以啊，我们下来走走。这家海鲜下来走走，要找地方停车，老大。啊，我知道海鲜大排档如何？觉得会好吃吗？哪个？潮客新海鲜大排档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们吃海鲜了，海鲜大排档。是啊。好吧，花甲呀什么的 ，OK OK， 好吃好啊。对啊。花甲，我们吃一遍吧。这个是可以停的吗？这个小框框。这可以是吧？
好的。那我们就在美女，这个是路边的，我们就坐路边了。我们坐路边好了。好，谢谢。